老想给您弄点饭包。哎，有蒜吗？有有这这这这，对吧？嗯。你肯定得加点蒜，然后加片肉。嗯，收徒弟真好，你看，是吧？你们怎么收的徒弟啊？这个你们这规矩是？就我们也是眼瞎收的。嗨，我们也是，就是撞进来的。所以也是有考验期的吗？当然了，无限考验期。都没个准信儿说，比如说几年之内如果可以。有准信儿，有时候于老师喝多了就是准信儿。那不就看你自个儿心气儿吗？这是咱自己说。哦，那养活不养活他们呀？养活可以啊，我交朋友我也得吃饭呀、啊。开工资吗？不开。不开，但是这零花钱啊，乱七八糟，你像他们从小就在我家里边。对，我是衣服、裤子、鞋都是干妈给买。然后每个月就没钱了，我其实张嘴，我没张嘴要过。你没张嘴要过，有时候我顾不上，我、那个、我也做的，我要检讨啊。没有，哎呀，怎么说这就是我就说这意思，就是觉着没钱了。我觉得的时候有点晚了。没有没有都不，他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要过。那是德性好，对吧？对。